城市的垃圾满了，天空的雾霾满了，监狱的房间满了，医用装备也满了，股票的涨停满了，高端的会所满了，移民的指标满了，精神病给买了，其他地方都没满，该买的地方都没满，可现在到底怎么办，那么辽阔的空虚怎么填满，阿里的店铺满了，头灯满了，苹果的订单满了，万达影院也满了，可其他地方都没满，该满的地方都没满，可现在到底怎么办，那无尽的饥渴消息满了，好声音名额满了，便宜